我今天发现我钱包里少了25块钱，是不是你拿的？如实招来，我既往不咎。老婆，你听我解释，还真是你拿的啊！我看你是胆肥了你。那钱不是我拿的，你给我闭嘴！是你让我解释的，又不让说话。你要想骂我，你就直说，别拐弯抹角的。这个时候他应该睡了，我得悄悄地进去，不然被他发现我就完了。你又跑哪浪去了？我掐死你！你怎么又乱花钱？家里的猫罐头、玩具都堆成山了，你还买买买？你这只败家猫！说这次又花了多少钱？没花多少，就1块。现在拼多多有活动，只要1块钱就有机会抢到1000元心愿金。现在点击左下角链接就可以参与活动了。送给你的这个项链就是用心愿金买的。这还差不多。哟呵，回来了，你还知道你有个家呀？昨天晚上上哪儿去了？你给我如实招来。我要知道你敢骗我，你试试。